我朋友，他是你朋友？哎，原来你就是灵山的朋友，我也是灵山的朋友。嗯，这个是给你的，有点凉，别介意啊。嗯，天河，他的相剑之术在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。 怎么感觉你有杀气啊，林莎？朋友，哎，我还想问他叫什么呢。那个小前辈也是，我刚想问他的名字，他就一溜烟的走了。小前辈叫慕容子英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也是奇怪，这剑都撞上剑鞘了，怎么你那个朋友还是拿不动的样子？难不成这个剑鞘也有古怪？给你。 先别管这些了。哎，林莎，你是不是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大人物啊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刚刚，他们在那里贴你的画像。我？啊，我怕他们抢走，我就给你拿过来了。先看看，这画的简直跟一模一样。是吗？ 差点被你害死了！先别生气，我知道这画的是有点丑。这不是丑不丑的问题，走了。嗯，走。哎，我都不要了，不要豆腐。哎，是你啊？你快看看，我朋友是不是你们画的那个人？我闭嘴吧你！大胆女贼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？我是。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我从头到尾哪里像贼了？我们灵莎可是闯荡江湖的女侠。小兄弟，分明是你接了通宝告示，帮我们抓到贼人，现在怎么又袒护起来了？什么告什么事啊？我就是看到这张画像画的是灵莎，我就拿给他看一看而已。你赶紧让开，不然连你一块抓。哎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画像是我撕的，要抓抓我，让开。 黑捕头，我听闻找到那个女贼人了，就是她，和这个脑袋不灵光的野小子，分明接了通宝告示，现在又护着这女贼。你要是再敢叫灵山女贼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只是何人，胆敢阻拦官差办案？山顶野人，云天河。难不成你是太平村云氏？ 那令尊如何称呼？什么什么令尊啊？就是你爹。我爹云天青。你真的是云天青云大侠的儿子？把刀放下。你叫我爹云大侠，你认识我爹？云公子，在下裴剑。云大侠和我家柳大人是旧交，柳大人这些年一直在找寻大侠，没想到。 今日与云公子相遇，还请公子即刻随在下到柳大人府上。但是这位姑娘，得和诸位官差去衙门。哎，裴捕头，你先想看啊，你的大人是天河他爹的朋友，那我跟天河现在是最好的朋友，怎么能自己人扎自己人呢？姑娘和那通缉要犯实在相像，裴某不敢徇私啊。那我就和灵莎一起去。 反正灵莎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对呀，有本事你就把我们俩都抓去衙门呢。嗯，姑娘，云公子这般重情义，他若因你下了大牢，你岂不是既连累了他，又有损云大侠的名号？什么？怎么又什么损我爹的名号啊？天河，你跟他去柳大人府上，了解你爹的事情重要。那个。
对人不能全无戒心的。要是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听不懂的，你就说哦。把这把剑看好，我一定去找你。云公子放心，我会交代他们，一定不会委屈了我。云公子，随我到府上，请。那林莎，你要注意安全。嗯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事的。你最好没事。宝宝。啊。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分开呢。你就不会叫住我吗？此剑可反息灵力，属下无法持剑。素玉啊素玉，难道你的儿子和你一样也是望舒宿主？胡人上山夺剑者格杀无论，且无有失。望舒剑只能是我的。云公子，我们到了。云大侠近日可好啊？你们抓我100次，我还是会回来的。走。配不到。怎么又是他？抓他第5回了，贼心不死。这次他是通过外局游进来的。等等，我家小姐说了，身体着凉，此药最有效。我可大陆剑柳千金一面，别说坐牢，就是死也无憾。带走。走。坐牢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专门用来关押违反利率之人的牢笼。哇，这柳千金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见他一面还要坐牢？他刚才说的柳千金是指柳家大小姐。太吓人了。公子玩笑了，里面请。云公子在此稍候，我去禀报老爷。嗯。是给我的，公子请慢用。多谢啊。刚弄走一个葛大陆，裴捕头怎么又带来一个野小子？八成也是养梅小姐的花痴，你看还穿着麻衣呢。哎呀，贤侄，贤侄，我不贤啊。我叫云天河。我知道你爹云天青是我亲如兄弟的好友，你当然就是我的贤侄了。长这么大了，来来来，我好好看看。林莎说对刚认识的人要有戒心，先试试这个胖老头是不是真的认识我爹。那不如这样，你看看我长得像不像我爹。你你爹是相貌英俊，身材卓越，你不过眉宇间的英气倒真是像你爹。你果然认识我爹，我爹就是说我跟他没有半点相像之处，除了这个眉毛。刘大人，哎，
什么大人不大人的，你就叫我伯伯就可以了。柳伯伯。哎，那我是天河，你是波波，我们还真像一家人啊。对呀，水长流啊。来来来，坐下。哎呀，我跟你爹是亲如兄弟，他是不是经常在你面前提起我？那倒没有，我爹在青鸾峰除了教我练剑就没有跟我说过别的。我这还是第一次下山呢。啊，哎呀，这个老东西居然没有提起过我。啊，所以我觉得你说话挺不靠，挺质朴的。老爷，哎，快来看看是谁。这位就是云大侠的儿子。嗯，天云，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我叫云天河。啊，这位是我夫人阮慈，你叫伯母就行。伯母。哎，好。我刚才听丫鬟说啊，你穿了一身麻衣，却给你准备了一身便装放在你的房间里，你现在可以去洗漱更衣。不用了，我在山上都是这么穿的。没必要跟伯母这么客气。伯母对我还真是好，除了我爹没有其他人给我准备过衣服。哎呀，真难为我的兄弟呀，把孩子拉扯这么大，他什么时候下山呀？我可等不及了。哎呦，我忘记跟我爹说了。啊，哎呀，稍等啊。你在这儿还能联系到他？爹，孩儿今天见到了你最好的朋友柳波波和柳波母，你应该也很高兴吧？你看。莫非我的好兄弟已经仙逝了？哎呀，可怜的孩子。我应该早点把你给找回来。我的天晴好兄弟呀。柳伯伯，我爹说了，他最讨厌男人哭了。我还没哭呢。相父专治体内的郁结。你这个糟老头天天就知道修炼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给你进步，你迟早修成一个老树根。哼，哎呀，嗯，小子英，青阳长老，小子英，快把给我带的黄酒拿过来。弟子这次事出从急，并未带黄酒。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孝顺了啊！我好不容易弄到了相父，你却没有给我带黄酒。青阳长老，子英，何事如此紧急啊？崇光长老，子英叨扰，只因有疑惑求解。这世上是否存在未曾修炼却灵力强大，甚至能通灵万物之人？怎么问这么蠢的问题呢？修炼灵丹乃修行者灵力所在之根本，怎么可能无端强大？即便先天是有些灵力，未经修炼便能达到通灵感悟者，更是痴人说梦。那长老是否也真知此境？通灵感悟需达到第七层太清境，当年我们师兄弟四人闭关十载，没有一人成功破境。哎呀，通灵有什么好的呀？你就拿我这相父说，我如果通灵了，知道他在苦苦哀求，我吃还是不吃？我不吃如何强身健体啊？老东西，我看你是越进补啊越疯癫。哼，子英，你为何这么问？难道遇到什么奇异之才了？子英不敢妄言，正在调查。哎，这小蚂蚁敢吃我的相父啊！哎，长老，哎，给我吧。Thank you.
子英，为何救他呀？琼华之道，抚慰救困。他若是化作为妖，你还救他吗？今日他只是普通生命，遇难当救，若来日化妖必助。子英，你要记住，不管他之前是何等的善良，化作是妖其性必矣。弟子谨记。你这个老东西，人家子英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这逮着人家就传教授业的干什么呀？你我告诉你啊，他虽然是得宗练师兄真传，但严格意义上说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徒弟，不是你崇光一个人的。子英，今天我教你做药膳，快来。天和啊，今日的这个晚膳呀，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快吃吧。嗯。怎么不吃啊？嗯，灵莎说了，这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吃的，如果想吃得拿钱来换，可是我没有钱。那伯母告诉你，我们是家人，一家人呐，无需钱财。快尝尝。当年你爹来，我们也是这样招待他。那就是我爹能吃，我也能吃。当然。快尝尝我的手艺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。吃吧。嗯，这肉能做到这个味道，比烤着还好吃啊。哇，太好吃了。怎么样，我这先知挺好吧？云大侠的儿子能不好吗？嗯，把梨儿叫来也让他们见见。我已经叫了。我去给你们拿些蜜酒来。嗯，还有酒。刘伯伯，其实我下山是想为了弄清楚我爹的事情，可是我去到那个太平村之后，他们那儿的人都跟我说我爹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顽劣之徒。胡说八道，什么顽劣之徒？你爹虽然性格有些桀骜不驯，但绝对他是想做一个扶危救困的大侠。当年我刚到这儿来接任县令，路上就遭遇了歹徒，是你爹拔刀相助，救了我和夫人的命。19年前这城中遭妖乱，又是你爹御剑从天而下，降妖除魔，救了一城池的百姓啊，还把小女从妖怪手中救出。从那之后，我便尊他为恩人，称为兄弟。那原来我爹他真的能从天而降降妖除魔。嗯，那他真的是个剑仙。素瑶拜见二位长老。嗯，见过掌门。子英，先天八卦阵已检测到女罗岩附近有邪气外露，你前去查探一番吧。子英遵命。万般小心啊。小素瑶，有日子没来看我们了，今天想必有什么事儿吧？二位长老，想必先前已见西河异状，玄霄已经醒了，想见二位长老。不见，请回吧。青阳长老。哎呦，我今天应该辟谷来的。哎呦，失陪了。师妹，夫人。小姐呢？我和小姐说了，可是小姐不愿意见。行，我知道了。
刘伯伯，嗯，那我娘呢？她是什么样的人？你娘的消息我还真没听说过，更别提见过了。不可能啊，我娘她是我爹最重要的人，而且我娘她好像这就是秘诀。嗯，你再去叫李儿过来呀。啊，李儿是谁啊？李儿是我的女儿。女儿？那就是柳千金。嗯，那算了算了，我不能见她，万一我被抓进大牢怎么办？李儿身体有些不适。哎，正好你也见不着，这不刚说了吗？身体不适。哦，来，那就喝酒。不行，我不能喝。嗯，林莎她说了，她说这个酒闻着香，但是喝起来臭，而且喝完之后人会胡言乱语，要么变成疯子，要么变成傻子。呀，胡说！你爹最爱喝这酒了，我一直替他存着。来，咱们喝一个，就当。你替你爹跟我喝一个。那我就替我爹跟您喝一个吧。来。哎呀。怎么样？哇，这酒太好喝了吧。而且还甜。嗯。哇。啊！我感觉我好像飘起来了。这孩子上头了。我感觉我也能做剑仙了。我哎哎，慢一点。我还能再喝点吗？来来来来。这林莎，他肯定喝的是假酒。我发现这真酒啊，不但闻起来香。喝起来更香。天和啊，你倒是挺听灵莎姑娘的话的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我和她认识都好久了，都好几天了。灵莎，她是我出生以来交的第一个朋友。才几天而已。不过贤侄啊，这个灵莎姑娘，我知道的消息她不是很单纯。我听樵夫说，他们前两天在山上发现了一个女飞贼，她口述画下像来，正是这个小女子。不可能，林莎她是好人，不可能是贼，她就是偶尔脾气有点怪。但是她……那你真是没见过什么好姑娘，我女儿那才是寿阳最好的姑娘，心慈貌美。才华无双，你知道有多少男人在追她吗？干脆贤侄，嗯，你别当贤侄了，你当我女婿怎么样？嗯，女婿啊，嗯，哦，痛快，就这么定了啊。这小酒量不行啊，不过这孩子真是天人质朴，魂亲璞玉。深得我心呐！哎呀，老爷，他一直在说灵莎。哎，这个男人，谁还没几个艳遇呀、啊？再说了，一个小毛贼能跟我女儿比吗？再敢欺负他，我就打得你们一个一个满地找牙。多谢女下相救，不然大陆就该满地找牙了。你一个文弱书生怎么关进来了？我就想看一下柳千金的花容月貌，便从河道游进了柳府。你是说你私闯柳府就为了见个姑娘啊？你不但书呆子，还花痴啊你。
我就说你爹娘就是白供你读书，你要有那游泳的劲头，你就应该考个状元，堂堂正正的去见他。说的我都想打你啊！女侠的教诲让在下茅塞顿开呀。不是，别碰瓷啊你们。雇主，你是不是来给我东西啊？你带他和剑上琼华。你说让我带天和带剑去琼华？你懂了，很好。是你说的让我带天和还有剑到寿阳，我做到了。是你自己拿不了剑，你不能出尔反尔啊。你打人不好。那他们恃强凌弱，我不得出手相助吗？天和，天和，你还真在这儿，死夜神！哎，我在外面蹲大牢，你在这儿吃饱喝足睡大觉。哎，你醒醒！醒醒！别动，别熬酒，我还要给林莎喝。咦，喝了多少啊？起来了。醒醒！不是吧？真的是你啊，林莎！你这……林莎，你快尝尝，这是我爹最爱喝的秘酒，这个酒啊，他喝完不会胡言乱语，而且。飞上天当神仙的感觉。你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，看来这个喝酒是你得的你爹唯一的真传。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爹他真的是剑仙，他不但救了柳伯伯他们一家，而且他还能御剑飞翔，斩妖除魔，他真的是一个大英雄。这个对你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啊！你快尝尝这秘酒。哎，那个柳波波，一个仙灵干嘛起这么不正经的名字啊？嗯，我也在想啊。而且他还说什么要让我给他当女婿。女婿？你答应了？我答应了。妈，我好像就说了一个哦，不是说让我听不懂的时候哦吗？我哪知道会有这么一出啊！女婿就是要娶他们女儿为妻的人，他堂堂一个县令，怎么可能让你一个笨蛋野人娶他女儿为妻啊？娶妻，就是像我爹娶我娘那样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不一样嘛，你爹跟你娘他们有一个相知相识的过程，你连那个柳伯伯的女儿她长什么样子，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都不知道，说不定她就是一个体重千斤会吃人的大妖怪啊。怪不得叫柳千斤啊，我还听说只要看她一眼就要被抓进大牢的。我看就是宁可蹲大牢也不看第二眼，所以才找你这么个傻野人娶他女儿了。我怎么就是傻子？就是傻子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拿着你的剑，快！还拿酒？你尝尝那酒。不是，走了。走，快！尼姆，你这丫头。怎么还是如此冒冒失失的？掌门恕罪，掌门，我听怀硕师兄说女罗岩有异象，我想去帮忙，请您准许。
帮忙，子英自然会去，何须你帮忙？什么都瞒不过您，用玄机求您了，您就准了吧。这样吧，你即刻赶去寿阳，若有什么消息，随时发信于我。好吧，那玄机先回去了。师父，你可有看清？看清了，那小子进去后，便再也没出来过。哦，速战速决，将其尽快带出。是。哦，柳伯伯家的院子怎么变得不一样了？这花变得这么美，琴声也美。不对啊，这貌似是法术幻境，难道这柳府还有法术高人？凌霄，有杀气。原来又是你们两个黑袍坏人。正好今天杀了你们，给大猪妖报仇。报仇？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走吧。看来他们这次不是要抢劫，是要抢你。抢我？就凭他们？门线锁。那捆仙锁是仙门制锁，水火不侵，刀剑不断，一旦被捆上灵力受制，根本没法挣脱。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带走天河的。不量力。凌霄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。天河，我若是让他们把你带走，我和我的家人也活不了了。快，凌霄。我们试试。高人，再给我们派两个帮手来啊。来啊，我们还没打够呢。天河说的对。
师父，怎么办？幻境傀儡，强行破阵。梦影雾花，尽是虚空。因心想杂乱，方俗诸诸尘，不如万般皆散。谁在说话呀？小心！若是不想再进这阵中，还是离开吧。我等耗损颇多，不宜恋战。走。仙女吗？这里确实很危险，咱们赶紧走。好，云公子请留步。我的千华灵幻阵只要有人侵入就会自动打开，让你们受惊了。多谢啊，谢谢人家。哦，天河，谢谢这位姑娘。我叫柳梦林，是柳世峰的女儿。你是柳千金？林莎，你这次说错了，人家可不是一个体重千斤的货。不好意思，他不太会说话，理解一下。林莎，他真的不是你说的那样。云公子，你这身打扮是……怎么了？我在山上都是这么穿的。我只是没想到你与我的恩公云天青没有任何相像之处。你见过我爹？嗯，我在幼时，他在妖乱中救过我一命，我便深深记住了他的样貌。虽然你没有令尊那样气度不凡，但也算是身手不凡。啊，谢谢。灵儿，无恙吧？爹爹，我和裴剑听到动静就过来了。贤侄也在呀。柳伯伯。没事，是云公子和这位姑娘遇险。这位是代查贼人，胆敢越狱。来人！等等，他为何是贼人？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道女侠韩灵莎，可不是什么贼人哦。我可从来不偷不抢好人的东西，进的也都是山匪强盗的窝。他们的钱财本来就是打家劫舍、杀人越货得来的。怎么着？你们觉得那些不义之财他们能用？根本就不配用。我去拿来救济贫苦怎么了？有错？有错？没错吧？没有错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是律法就是律法，偷东西就是盗贼。不对，我是堂堂正正的侠盗，是侠盗。对，灵莎是侠盗。嗯，侠盗和盗贼有什么不一样？侠盗就是行侠仗义的大盗，但行侠仗义也该取之有道。那你就是还要让你爹来抓我？我爹爹为官，我不想让他为难，但我也不想让韩姑娘受委屈。爹爹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裴大哥说，近日女罗岩附近有些异常，近山采离香草的百姓都在玉南王陵一带莫名失踪，我想请二位一起协助调查。不好吧？那王陵也是陵啊，
不能随便进出，那万一出了事如何是好？方才我与韩姑娘、云公子一起抵御侵入者，韩姑娘果敢勇猛，要是她可以探查到并且救出失踪的百姓，也算她将功补过。我就先答应她，到时候把路给掩人跑好了。成交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交织的心不再有你音讯，或许是彼此的默契，不敢看你眼睛，映照蜷缩的心如今满是疮痍。我憧憬每一次能彼此相偎相依，微风轻拂过发梢，把我困在了你的世界里。我梳理着万千思绪，不让自己在你的世界陷入谷底，可回忆放不过自己，爱呀如影随形。